哦，练习你的夹脚跟距离感哦，要踢到，要踢到，然后收腿哦，踢到收腿。好，停。好，现在练习大回旋，大回旋哦。好，对了，动作。好了，让我右手边的先攻击哦，试试看哦，用你的右脚，对方把左手拿上来，会放在耳朵的地方。好，踢完马上换人。好了，开始。哎，去抓距离，抓距离，速度快一点，速度快一点，冲进去踢，然后马上换人，赶快进去。好，去抓距离，要抓距离，快点，快点。